那如果直走，我就要扑。哎，我的火嘞？怎么又被偷袭了、啊？那边稳死的说，那边是稳死的，100%一定死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又袭掉了、啊。回到家很累，就睡着。最近都在强迫自己动起来。当地图没什么窗户哎。好帅啊，这个造型，新的人类。不过我觉得那个披风有点太挡视野。那如果直走，我就要扑。哎、欸，我的火嘞？怎么又被偷袭了、啊？那边稳死的说，那边是稳死的，100%一定死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火又熄掉了、啊，真的是佛也发火哎、欸！害我被修了一台，哭啊！真的是，怎么样，先辈，要吃饭吗？他比我更像吸血鬼，我老实说。我看到人了，他去救他了。哇，这过不去。现在的味噌汤很咸，我觉得那味噌汤超好喝的，而且那味噌汤料好多，好吃。Die already. 没心跳的狗形态其实视野超矮，超容易咬到人。不行，我觉得电泳不太好。这只鬼有太多时候不会用普攻放到人，你的电泳根本就不会触发，电泳不好，还是小手脚好一点。但是那个什么真的不错，这个痛苦路径加巨龙之握这两个技能给真带起来是真的不错，效果真的很好，超容易弄到人的。他们不摸你就一直没心跳，他们摸了又会被伤一刀，确实是挺烦。而且这个地方吸血鬼也超好处理的，因为我带的这个纸配，我飞那个窗户，那个窗户会被封住，它不能翻呢。其实，这个地方超强的，我觉得。What an emotional display.
哦，电泳疯狂炸。八趴，八趴，八趴的炸，好猛。Run, you fool!咬你！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。距离太慢了，再快一点就有了。张地图能飞的地方其实不多哎、欸，张地图玩起来没那么舒服。晚安啦，大象忍者，好吧。你要冲乜嘢啊？是想偷修是怎样？完了，耍白痴了。狗狗没有宝珠会差蛮多的吗？差0.2啊。那个珠子就是给你加跑速的，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。本来是 4.6， 按、啊、你吃的珠子变成 4.8， 这样就是有吃有赚啊。啊，飞行修早应该早点回来没玩好。张土真的，这个玩起来好不舒服，那个地形的问题。好爽哦！我的电泳连续炸两下，八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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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炸了32%哎，要死！咚咚，有点炸两下，不爽。Escape is impossible。你觉得他这样活得了吗？哦，电泳发飙了呢，狂炸哎！电泳，蹦蹦蹦蹦蹦！
翻完。拔着破板要一定要这样子叫一下，其实蛮浪费时间，还不如直接按空白键踢。哎呦，好低！哇，玩得好！刚刚那边如果有板砸就死。啊，耍白痴，他没走楼梯。捡到了，他以为我要飞跟他同一边。EK Rider， 他以为我会现行在跟他同一边，笑死！太紧张了啦，他再冷静一点，感觉又要把我溜回。到底是怎么弄的？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。要到底要怎么样让蝙蝠没有黑框？有啦，又赢了一把。